今天是啥菜托啊？今天是乌梅味。对啊，太平洋。哪是上一个是一个班，那没想到合着忘了插菜了，还没插气的。今天下的小雨啊，空气清新。这靠弄呀！产业报告都关。我等他俩钟头，在这个他跑我八年了还不给俺送桌子，还没插气的，上着火喝着吧。麻辣鱼下锅。12点了，还在下着小雨。现在开始上菜，第一道是葱拌牛肉，第二道是羊肉啊，这一道是腰果。上九个了，加点香菜。差点上了，差点。地瓜丸子要现炸啊，才好吃啊。没有吗？这一个是羊肉汤啊。这是啥汤，大哥？那豆腐汤是吗？是盐水大虾。这一道是清炒虾仁，家人们。现在这一道是上的麻辣小龙虾。这一道是青椒炒大肠。酱香排骨，泡炒羊肉，肯定喝你，没得说嘛。今天下雨啊，把这小狗冻得够呛，你看。咱们开饭了，家人们啊，咱是羊肉粉条，羊肉、白菜、粉条，还有丸子。行，好了。管弄什么呀？香味的。放在垃圾桶。嗯，太过辣了。太辣了。